我是刚刚列车团的2009年3月11号七渡站，七渡站13:50头牌的是 ENU712-71α 区间车，它上面显示的是，我看一下，1724开往基隆，α 圈的。感谢哥哥和罗小明给我帮忙，让你们多多对我们老一句光片，就那样了，拜拜。